本期讲解一个头条号野路子3.0玩法，利用软件抄书无脑操作啊，1000轻松搞个200-300块钱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在头条号上发布抄书的图片啊或者视频，有阅读就有收益，零费都可以操作。我发布的内容无需手抄，软件自动生成，主要做名人语录、著名书籍这块，因为自带流量，所以说收益十分可观。当然，这其中也需要讲究方式方法的。目前做这个项目人不多，我们都做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啊，第一天收益就能达到87块钱啊，非常猛，第一天的收益。这是其他时候的收益，1000多块钱，啊，还有这个15天的收益，达到了，一共达到3000多块钱，一天的收益达到200来块钱，啊，非常猛，非常猛的一个项目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介绍、前期准备、项目实操，啊，实操大家看看300多招，讲得非常清楚，也变现思路、注意事项、软件的使用方法都有详细讲解。项目资料里面包括这个软件，还有强制复制的软件，全部都有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头条野路子，或者是头条野路子3.0，或者是野路子3.0玩法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